的。帷幕那是什么？腿是不一样的。哦，对，是不一样。那他的腿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他的腿有一种一层一层的感觉，一层一层的，就是这里是最粗的，我觉得，因为这里是来内脏。哇，哇你记真美耶！偏题了。那个脸感觉要哭了，为什么？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好吃？第二个，嗯，好吃吗？是什么味道？它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吧，我没有吃过的味道，肉酱。肉酱是吗？OK， 肉酱，肉酱的味道。我要吃那个阿年。肉酱的味道，肉酱味道。手伸直，等你丢的时候再伸直。哦，OK，有达到，有达到。